每当你百无聊赖，不知道什么才是你的最爱，简单来个泡面配炸鸡，准备点小配菜，准备点小香菇。金针菇，塞油汤馍肉。这好像是属于那种煎那种淀粉肠的，给上边稍微来一点点油。芝麻爷，里边稍微来点水。这次咱们给呀，给里边来一块火锅底料，金针菇和香菇啊，搞里头，来点方便面调料包，油包，然后来点辣椒面，然后咱们给上边放点面，少煮点，来上三袋差不多。It's okay, I want to be now。尤其这个姿态，俯视很好看的。点缀两个小鸡蛋，顺道给里边来点这个小八爪鱼。耶耶耶！这满满一碗，看着都是很爽啊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先来点儿。So, see you tomorrow。说实话，这个泡面简直超级辣。哇，放点火锅底料啊，真是太爆炸了。整点醋啊，哎呀，稍微来点，这来盐菜吃完了，咱们来点醋啊，给它洗礼一下。哇，这醋能解辣，也能降温啊。来小八爪鱼，小鸡蛋来一颗。不知道怎么这么辣，简直辣哭了。我整个人都燃烧起来了。哇，这一块的充满足啊。这半个鸡蛋来点。
这是咱们来一口这个小炸鸡啊，咱们这个炸鸡啊蘸上这个方便面，炸鸡果然好吃。我现在吃的我，哎，后脑勺都在流汗，真的太辣了。三袋面啊，确实少点，没怎么吃几口啊就没了，脖子上边全是汗。我吃鸡蛋都跟吃火球一样。虽然不算外酥啊，但绝对里嫩，滋滋冒油啊！哇，这个汤，这汤我真的不敢领教了，蘸着吃吧。